心灵环保，家庭伦理，外婆忘记了。婉儿，我们去看外婆，马上就回来哦。啊，看外婆，我也要去。好吧，可是外婆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婉儿只能静静的，不可以吵外婆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！外婆，你是谁呀？外婆，我是婉儿啊。你不是婉儿，她才是婉儿。婉儿，快过来啊！好久没来看外婆了。我的婉儿啊，长这么大了。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可爱的模样呢。你妈呢？你妈怎么没来呢？她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呀。原来你去切水果了，我还以为你没来呢。爸比，外婆怎么了？为什么把我跟妈咪还有阿姨都认错了，还说我不是婉儿？婉儿，外婆只是生病了。外婆为什么不理我？婉儿，外婆是大脑退化，罹患了失智症。失智症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一种会影响记忆、注意力、语言的病。严重的话，会没有办法分辨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。啊，妈咪，你是说外婆忘记我了吗？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外婆的情况时好时坏，非常不稳定。就连我，也是有时候记得，有时候不记得。我和妈妈就是怕你伤心难过，才不想让你去看外婆的。不过这样也好了，外婆一向最疼你了，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懂事啦，是应该让你知道的。外婆，外婆不会挑礼物，只好每年送你一个动物玩偶。我最喜欢外婆送我的动物玩偶了。我喜欢动物，也喜欢外婆，更喜欢外婆带我去动物园玩。下星期就是我的8岁生日了，这一次外婆还会记得送我动物玩偶吗？还会带我去动物园玩吗？外婆，你不要忘记我！外婆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开心回忆，好不好？外婆，婉儿，你回来了，刚好，快跟我去找外婆。外婆怎么了？我带阿嬷在附近买菜，才一下阿嬷就不见了，我就赶快跑来看阿嬷有没有来这里。先别说了，赶快去找阿嬷吧。好。外婆你在哪里？外婆，外婆，阿嬷。到底会跑去哪里呢？啊！我知道了，快跟我来！
是来帮婉儿挑生日礼物。外婆，外婆，婉儿，你看，这是外婆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好喜欢，我就知道外婆没有忘记我。以后我每天都要陪你吃晚饭，这样你每天都会见到我，就不会忘记我了。外婆怎么会忘记婉儿呢？外婆最喜欢婉儿了，还要经常带婉儿来动物园，对不对啊？外婆，外婆。我好后悔，在外婆生病以前没有多陪伴她。现在她得了失智症，不小心就会把我忘记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要每天陪外婆吃晚饭，让她每天都看到我，就不会忘记我了。